骆驼大便的骚。好，他们我们先刚刚的，然后没听说什么，不像是哎，是骆驼大便吗？他拿那个小麦烧，对，好默契来的嘛。他们跟台湾沙漠民族，台湾一样的，用哪两块？很会善用资源。就磨小麦，那修起来就像个饼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呢，用那个面粉来做他们的什么鬼？就是面包那个糕饼。对，如果有拜访的话可以啊，有露营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如果想给他们喝酒的话，女生可以，男生要走开一点点，对，不要碰到。女生拥抱也没关系，他们比较保守一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他远近，我误会了，太近了啦，大老板。我刚刚真的误会了，我说男生可以，女生。角色搞错了，然后他们的男生，他们的女生，他们的男生你可以对他亲的，拥抱，女生不可以。对对 对, 对，我刚误会，我以为男生可以对他们拥抱，怪怪的。可以可以先看我这边吗？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谢谢谢谢。对吧，是骆驼的大便的，就跟以前上牛粪一样，有牛粪饼。牛粪饼真的有名，太有名了。做大饼的做很重要，真的吗？色香味，色香骆驼，色香骆驼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直接香味就行了。真的，真的很明显，色香味在这香哦，他刚刚加海底鸡啊，来你们看一下里面烧的那个骆驼大便，对，骆驼大便。有特别的味道，有吗？有没有比较香一点？骆驼的奶香味。其实烧木头一样味道，这就食物而已。加了些草嘛。对啊，如果他们这边要用水的话怎么办？他们这边打井啊，像什么打井就打井。井在哪里我不知道。那边这个方向。等下给你看看。对啊。哦，好肥的。听说那个还很长的，有一个叫烙的。有啊，有烙的。也可以用那个印尼那米粉。印米粉，他们吃面粉，面粉，面粉，小麦做的。我们这边那个，那个面包，是吗？就那个小麦面粉加上一点点玉米，对。还有我们自己来很烫，要小心一点。很烫哦，吃一小块，吃一小块。